你要选择那个新娘的照片呢，还是白色的头头？呀托キテクレタ，你终于来了。啊、哦，见鬼啦！一緒に終わってくれますか？表牌直接按。啊 哦，苹果抱一下。啊、哦、什么？你为什么抱我？回到了过去，麻生的抱抱。もう一度会いたかった。我终于再见到你了。还蛮像，说不定是远房亲戚。もう会え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。我好想你。私と終わってくれるのですね。我终于结束了吗？我喜欢你，斯基达。哭了。心を読めば、そんなことはわかる。でも、言ってほしかった。それが私の本当の望み。ずっと言いたかった。やっと言えた。これでもう。啊，成佛啦！麻生哭哭，我千辛万苦，结果成佛了。去了。蓄力的最麻烦吧，要打魏王。波纹急走，飘飘。私は兄さんを救いたかった。对啊，取り戻したかった。毕竟是母女。
頃に戻りたかったのかも。戻ったまま時間を止めてしまいたかった。私には隔離世に行ってまで結ばれたい人はいない。お母さんにはお父さんがいる。でも私にはいない。誰も。ずっとどうしてと思っていた。でも、もういい。いいの。お願い。ええ、どこにも行かないわ。あ、真的。不讲我还不会去注意到。哦，原来又是梦一场。呜，深红回来了，原来都是一场梦。继续睡，不盖被子也不换衣服，那件衣服已经从被抓走，然后到现在都穿着，无所谓，继续睡。太伟王了吧，也太久了吧。水上打死我比较简单，我直接想办法拍死就好了。PK 啊，毅力的终章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啦，按一下啦，毅力终章，按一下。哦，是那个啦，就有没有看啦，水面上打死然后去看就有，应该是水面下打死去看就有。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在水面下把他打死，不要看就没事，不要让他领500，证明他不是党工。很近啊，就打死之后你不要去按看取就可以了。你只要在水面上打死的时候按看取，就是good。所以如果在水面下不小心把他打死了，你就不要按就好了。前往黑泽，按 A 来。哦，没有，直接打了。最终战，嘴上给500就可以证明他不是党工，就 good 的。那来这里单挑，驱虫。
如果这个是色情游戏，它白色的部分会全部没有，会只有橘色的部分。所以在各种定义上来讲，这也算是一块色情游戏。你终于来了。对，他不是被进化了吗？还是不同人？感觉不对啊。哦，天哪，胎记啊，会丢尸体吗？而且他头上也变成超级大的龟头，有够丑的。最后 BOSS 的设计还蛮难看的。太大了，是哪里？这是水面墙。哎，看起来像秃头。里面是场景。我知道你很快，我懂。这样打只打掉五分之一。哇，螺旋力，螺旋杀法。而且他们好像没有想要吃 Subway， 他嘴巴没开很大。我知道你超快，那没拍到，我撞一下好痛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没中，应该是被复数攻击到而已，纯粹的复数攻击。啊，手牵手，心连心。手牵手，心连心。你要拍他们吧，不然你会被他们就是困在正中央弄到死。要把他们手手牵开。禁锢。真的，旁边反而是热狗妹。不会是最终 BOSS， 可以忍受住 Subway 的美味。靠近他，不要按。
である。好像在你背后抓你。哦，你原来被关到那个里面。这还蛮惨的。这是什么弹幕游戏吗？哦，被关起来了。设定不知道他记录在哪里，就是哎，从这边开始，好像是你被关到箱子里面之后受伤三次就结束。没有，我有看到，啊，他好像说三次就不行，我要去尿尿。在水里耶，哦，又来了。
麻烦哦，他没有那个攻击点，就一直召唤呢。 该不会是连他一起入境吧？
干嘛？